亲上都叫八亲吗？你叫八亲。不过佢家用嘅，阿边生嘅。哦，你又唔系姓名，我攞唔住。我就姓名。你多嘅。我姓名冇攞出嚟。好彩，好彩。好彩啊！好彩啊！我想问下，有听过之前呢啲呃人嘅招数冇？我有呃过，我听过，听过，我听过。我一日我同任嗰头讲，嗰头之前同我哋讲咗，哎哟，咁都系自己仲同我讲咁样讲，俾人哋呃喎。我唔知会俾人哋呃啊。咁我后来话唔要啦，就两个名嘛，点知我一个。你想说有三个人，三个女生？三个女生，一个男子驾车的。一个男子驾车，所以一个女人是一开始在巴山里面跟你那个黄讲的，然后一个是在那个神庙里面，是神庙吗？还是没有庙的？没有庙啊，还是在外面在车，大家一路在车上传的。哦 ，OK。嗯，其实他爷，他的爷爷也是假的。嗯，你有看过爷爷？没有啦，他讲他的爷爷做法术的，会管他说他爷爷会做法术啊，烧香看到我们两个人的，就是家里有什么灾祸啊。但尤其你说我家里又有血光之灾什么什么了，讲一大堆，你是没有爷的。啊，对，刚才你讲啊，你拿那个39000出来，他就载你回。不够啊，都，他给我拿，又给我拿19000出来，第二次。然后我家里的费用啊，全部拿给他。所以那个袋子里面是有两包两包。啊，也是在车上，不就在车上？他车放在银行的附近没有，然后拿六副，他不靠近六副，也要闯红灯。拿着这么多票在那走路啊？没被看过，被偷到走路线。你聪明啊，因为在银行的。很专业。是那个人陪着你走过去啊，还是你自己一个人啊？他陪我过去，然后他消失了，然后看到我出来，他就跑。他有去银行吗？啊？他有在银行他没有在银行。CCTV 拍不到他了。嗯，后来他自己看到我跑出来，他自己跑出来。然后他在银行外面等他，看你走出银行，他就去带你去他的车那边了。可能银行已经有人了。银行柜有人不知道了。没有，那个是9000，他有给，就是他有放另外放一个袋子。另外放个袋子，又给我另外一个包。那些袋子拿回来，所以有两个袋子啦，两个袋子，然后都是里面都是糖果的，都是糖跟两斤矿泉水。他说你们总共拿4瓶矿泉水，四瓶矿泉水，4包糖。所以他应该以为那个钱是在那袋子里面，所以全部给 cash， 那个钱是你自己放进袋子的还是他放的？不知道怎样放的，我给他弄到红茶茶，整个人都很害怕。然后他放的那就是你直接拿那个钱，你就给他。嗯，也让他吃，他不知道放去哪里，不知道。所以39000和19000是分开进行的，不是一次过做的。不是，两个袋子，所以有两个袋子啊，两个袋子。然后他还有再问你，他有钱吗？没有再问了，对不对？我说我还有一笔钱，我还跟他讲，说我还有一笔钱嘛，可以让他给我拿。多少钱的那时候你跟他讲？我说还有40000。然后他又叫你去，叫我，然后我一笔钱银行给我拿呀。你有什么原因不让你拿？说不可以一下子拿这么多钱，你要拿明天才拿。应该。然后在路程中，我有扣他几次，他就一直不接。然后到要回到家的时候，他跟我讲钱还有在，哎，我就以为真的是钱还有在。但是一进去过后，是不是我看他好像整个人很紧张？这样我跟我弟弟就一直被动问他，那个钱在哪里？他讲钱没有事啊，有在。等下，对了，我就讲那个袋子在哪里。等下讲那袋子不可以开，3天后才开，他坚持不让我开。然后我就让他，我就讲，不如叫你去冲凉先咯。我带他去冲凉咯。然后现在我跟我弟弟两个就去玩抄咯，抄那 Kevin 的，就给我抄到的时候，我妈妈就可能他已经估计到我们会开，就上楼的时候想敲门开门，不要让我们开，我们就锁住门自己开。他关到绑得很紧，所以我跟我弟弟两个就一直想办法开，开了出来真的是水壶跟那两包。它是环保袋的还是？就是蓝色的环保袋，然后这个糖里面是用报纸来包着的，好像看到好像起来是一个钱这样子的。借人家抓到他，不然就骗人。是这样子。不要给他再继续害人了。
其实在巴萨它的发生很多次这样的情况吗？也是很多，扒手也是很多。其实有时扒手上扒了什么，那些顾客什么找不到我们工位是看有没有拿到身份证啊，其他钱没有没关系，他说有身份证交给他们呢。不过有些他们扫垃圾的人上，他是到了个身份证是吗？交给我们工位，然后我们工位就交给他了，送给他家或者打电话叫他了。所以经过昨天的星期一的问题是吗？我们工位也是有关注这个问题出来了，说我们 CCTV 是吗？那昨天晚上我们就看了一天，因为也不知道安迪是怎样样子的，今天我们见到面的时候才知道，所以等一下回去我们工委是要尽量把那个 CCTV 慢慢看，看有什么线索。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皮肤。